大国攻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华，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我今天要谈本周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巴尔军演，这是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军演从1992年开始，本来只是印度和美国两国的年度演习，日本在2015年加入，印度在今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邀请澳大利亚加入，所以今年是四国的海空军一起演训。那么第一阶段的演习11月3号到6号在印度东面的孟加拉湾举行，第二阶段11月17号到20号在印度西面的北阿拉伯海举行，印度和美国的航母同时出动。印度的海军参谋长说，大国竞争正在印度洋地区非常有力的进行，印度海军加强了在印度洋地区的监视和活动，以制止中国的野心。好，今天我请到两位专家，首先请军事专家吴明杰来解读这一场各方都认为是剑指中国的演习。第一个部分在孟加拉湾，基本上就是这个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出入口，北面的出入口是印度的这个东方舰队为主，那其他的美日澳都有所谓的巡防舰跟伯克级的神盾舰有参与，主要是以反潜为主。那联合反潜背后的军事意涵就是假设在马六甲海峡的北端，假想敌我想就是解放军的潜舰，甚至它的水面舰队，这个地方等于掐住马六甲海峡这个重要的战略要道，因为当然主要是要破除中国这几年离带一路的其中海上丝路的战略，那它在整个印度洋的沿岸，从南海然后一路行经这个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一直到东非的吉布地，有非常多的海上基地已经慢慢在成型，包含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甚至柬埔寨，可能就变成它海外基地的海上舰队，有一个补给站，那等于扩大从南海一路到印度洋到东非这一块区域的一个海上势力，所以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海上要地就是马六甲海峡，那过去的马拉巴尔其实在国际上是算小演习，一般不受外界瞩目，那今年当然是因为特别是前几年有日本加入，然后这一次又澳洲加入，所以整个印太小北约的联盟似乎就成型，所以受到瞩目。第二阶段移师到印度的西南侧的北阿拉伯海，对，它还是算是在整个印度洋的范围啦，印度它就派遣了它目前现役唯一一艘叫超日王号，有的叫做维克拉马蒂亚号，跟美军特别为了这个演习从本来坐镇在中东波斯湾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就把它调到这边来跟它做一个联合演训，所以它这两天有公布一个照片嘛，美印双航母在海上联合演习的一个姿态。那北阿拉伯海的距离其实跟中国有一段距离比较远了，第二阶段军演在北阿拉伯海，它仍然是针对中国是不是？这一个整个路线就是中国的海上丝路，就是说这个中国其实他希望透过海外的这些基地的打造，在南亚这些国家的一些港口，那等于说把它整个串联起来，扩大它海上的一个势力，从南海一路扩充到印度洋，甚至到东非，这一条路线是中国重要的一个战略原油的运补路线，所以它必须要确保这一条海上丝路不会被阻断，所以这一条海上丝路对中国来讲是生命线，所以它的海上的舰队，你看到它到索马利亚进行所谓的反海盗，派了军舰例行性的已经超过30几批了，都在进行一个远海的航训，那同时其实就是在熟悉这条海上丝路，那所以这个整个势力范围其实都是中国想要确保的，而且他们甚至也担心这一条路如果被美国组成印太盟邦给阻断，他就必须要走北冰洋，所以为什么他也开始把势力伸展到北极，引发这个俄罗斯的不满，那所以这条海上丝路对他来讲基本确保的是他的战略物资不会被中断，所以阿拉伯海他同样还是在从波斯湾一路过来的航线上面，对，其实解放军的潜舰，他过去最多演训的
位置哈、哦，嗯，不是在南海，是在印度洋，嗯，哦，所以解放军的海上舰队跟潜舰开到印度洋的时候，对印度来讲，他也担心他被中国两面包夹，嗯，一个陆上从他的边境进军，然后从海上也对他进行袭击，嗯嗯，哦，所以你看到印度他也积极在国造潜舰和潜舰哈，然后扩增他的一个舰队的规模，嗯，主要也是在防备中国可能从另外一面过来，嗯，哦，所以他在这一个区块演习还是在针对中国，嗯。好，就在第二阶段演习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问日本，他和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就签署有关自卫队与澳军联合训练等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基本协议。环球时报就批评日本和澳大利亚走上了邪路。那么似乎最近美日印澳这四国彼此都加强了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请问吴明杰。在这个四方会谈成型之后，这四个国家之间个别也有不同的军事的升级，好，包含像其实日本跟印度也签署了军事的这个后勤协议，同时在九月底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已经跟印度的这个海军有先进行过一个双边的一个军事演习，嗯，好，日本跟澳洲之间也是，我们看到这两天澳洲总理莫里森不到日本哈，签了一个相互准入协定，那这个协定等于是在美日安保条约之后一个对日本来讲算是一个情报合作跟这个盟友关系最高等级的一个协定哈，那特别是所谓的相互准入，就是说双方未来举行所谓的联合军演，如果各自的这个武器包含这个演训的装备哈，进入对方的国土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哈通关检查，嗯，好，这是一个高度的信赖。过去日本只有跟美国有这样的军事同盟的关系，嗯，好，那现在日澳之间也签了这样的协定，当然就是把至少日美澳这个部分是连接起来，嗯，然后传统上来讲，美澳之间本来他们就是五眼联盟的伙伴关系哈，那本来都战略情资的分享，嗯，所以从各自的双边逐步走向整个四边的对谈。嗯，整个外交战略对话的一个同盟的架构其实已经成型，嗯，啊，这样的背后战略意涵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美国等于协助印度，等于掐住中国最主要的海上补给线，好的一个咽喉，就马六甲海峡，嗯，好，等于未来同时透过印度跟澳洲或日本，也可以协助美国在南海处理中国的军事扩张，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外交同盟跟军事上的力量，嗯嗯，结合所谓的印太盟邦对中国形成一个围堵的一个态势，嗯。那未来美国新政府对于印太政策会有可能改变吗？像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哈，政策都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哈，而且它是属于外部的一个压力，嗯，也就是说现在川普政府构筑了这样的一个四方对谈一个印太的一个联盟哈，嗯，那因为对盟邦之间其实是有些承诺的，包含像军售的部分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啊，嗯，你已经同意要出售给这些国家武器，你不可能说突然拒绝啊，那这是违反国际诚信，嗯，那外交上的一个盟邦的组成，当然除非有双方是交恶的，否则的话，嗯，基本上这样的态势，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拜登他过去主张的多边主义，嗯，其实这个也是符合他的一个外交手段，嗯，好，嗯，所以我认为美日印澳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发展应该会持续下去，嗯，应该是不会受到说美国政党轮替的一个阻碍。好的，谢谢吴明杰。那么接下来要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也谈谈马拉巴尔军演，另外也谈一下澳大利亚最近似乎对于中国也转趋强硬，来请教宋老师。第一可能是说 The Quad 就是四方安全会谈，它逐渐从马拉巴尔看得出来，它逐渐从外交层次上的一种信心建立机制慢慢走向安全化或军事化，来强调提升他们的军事行动上面的协作性，这个角度在发展。然后这次把澳洲重新压回来，其实就看得出来澳洲它在处理所谓的 China Choice 上面已经有明确的结论，就是澳洲本来在纠结嘛，是经济靠中国，那安全靠美国，两边怎么样，两边逢源然后避险，怎么样不完全压一边。这次澳洲回来看得出来，是一来是澳洲已经 make up its mind 已经比较明确了，嗯嗯，要选在对于中国相对强硬的一边，
二方面是短期点记忆，当然是印度方面，因为跟中国边境的冲突的关系，所以也多了一些动力来借由邀请更多的潜在的伙伴合作来对中国施压。嗯，所以可能一拍即合有这个效果在。嗯，那作为澳洲对华强硬化的一个面向，就是这一两天澳洲总理访问日本，他们跟澳日两边签署的新的安全协定。嗯，看得出来他是在强调跨国的军事协作的能力，所以这是 Malabar 从三边回到四边军事协作力这个方面的一个新的强调，所以这可能是第一点。第二是四方会谈正在持续解锁更多的跨区域连结的可能性。嗯哼，这只是印太之外的其他的潜在盟邦或伙伴持续会加入以四方会谈为核心的印太战略之中，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六月的时候，英国提出申请说，哎，我想要考虑加入 CPTPP。嗯嗯，在经济上参与，不要讲围堵中国啊，讲说在经济上走向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力避险的一个集团中。嗯，同样的七月份的时候呢，你看日本跟澳洲两边首相的视讯会谈也是强调说，希望提加强更多的四方会谈之外的英国、法国、德国，乃至于亚洲的越南、印尼等等陆续加入价值观相近的这个阵营中。嗯，它的跨区域乃至于跨功能性领域的连接都在持续出现。跨区域性就是欧洲的几个价值观相对接近身份证明的国家慢慢的加入这一个协作中，那包含英国跟澳洲两边海军联合在南海做巡逻，但德国也说希望明年开始可以在亚洲的海域上有它的 naval presence， 有它的海军出现。嗯嗯嗯，都是各种面向看得出来，就是西方盟友在加入印太之外，要加入印太这个游戏里面来。然后四方会谈从政治或外交性变成安全性，乃至于经济面向也慢慢融入在里面。嗯哼，如果拜登上台的话，未来美国的新政府还是会仍然重视与印度的关系吗？现在很明显的。世界战略重心已经来到印太，特别是亚太这一块，以中国、中美关系为首。嗯，这个东西应该是说不太会变化的。川普政府提出很多的政策方针都是以中国作为首先的，如果不是假想敌的话，至少是首席的同僚级的战略竞争者。这个方向应该拜登上来的话，其实也不会变的。人事上有延续性，因为毕竟中华亚太是执行的那一批人 ，Michelle Flournoy 和 Kirk Campbell 等，基本上奥巴马第一任的时候几个大官，他们很有可能都会在拜登的政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奥巴马如果说他的第一任，特别是第一任的后半是对中国强硬的一个开始的话呢，那个时候再任几个两个很重要的人，现在都是拜登团队的要角。嗯哼，所以说我们即便用人事来看，就是很高基于拜登团队会然把亚太的就是印太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嗯哼，所以这个是战略重心来讲。那第二点是美国民意在改变中。所以说呢，国际结构乃至于选民结构，都不允许拜登忽视中国政策乃至于印太政策。您怎么观察澳洲为什么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澳洲的经济这么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去对抗中国？其实这是个蛮好的问题。澳洲其实也争辩了非常久，两方面来讲吧，第一可能是选票因素，第二个可能是安全和经济中的选择上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选民对中国的政治渗透是一来有警惕，二来比较有反感的。然后刚好2013以来都是连续好几年的保守党执政。等于在基层选票基础在对华不利中，然后精英阶层刚好也是由对中国相对比较硬的那一批人在执政。那国外面的话，那就是经济和安全的选择上呢，当然两者能兼顾是最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会先优先选安全，那安全就是美国。对，特别是这两年又脱钩的话，跟中国经济维持的效益也会打一些折扣。你说的脱钩是澳中脱钩还是美中脱钩？美中脱钩为主。美中脱钩，澳中就难免脱一下钩。包含脱钩从经济走向社会学术方面的话，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澳洲跟美国的学术交流、科研情报协作太多了。好的，今天谢谢两位专家。
关于澳大利亚对中国政策的转变，我们持续观察。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很快要去日本访问，这也是一个观察重点。今天谢谢您收听大国攻略，我们下一次再会。